在米上他早就是因为早我才查来早他的噻。你看这个群不当的不查早上告诉你过一台检查出来是呆就在你家是你我的有我啊我啊不但有我老子还要休了你莫喽我好我的呸怕是怕呀我你不是啊我是啊你在家里肚子呀你猜猜呀你女子呀我帮啊住着在心莫怪我啊这呀肚子啊只怪呀你的
爹公子啊，你死下的养女啊，死下的养仔呀，你是呀我写大白字啊，你大白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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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洛，我下次再不跟你争那就是。哼，他敢跟老子顶嘴，老子一边一脚踢死你！哼，走，到夜店坐电脑。走了。行不走运气，白子捐地基。我原先在外科看心病，徐金又到妇科边边看美肌。啊！自动牺牲你太火。我爹刚了一个房，心里的矛盾用去写，再用心来高解答，见答是哪那九宝台，就是女台就留了他，留来留去双亲戚，还有女人又摆呀家。人心都想有养仔，没有哪个愿意养个女孩。像官个发展下去啊，世界上只有男孩没得女性，可能行为会像坑人一样个灭绝。一些个文物不发的卷通鬼面，看还有多少女性，一怀孕就到我国里来比丘，丘居然是像女个就流产。流产之后又该怀孕，怀孕又来比丘，丘起来是女个又流产，甚至地方再娶老婆，像这样个恶性循环下去，会严重破坏行为发展平衡，会伤害好多女性，会祸害多少家人。该位副院长把我推进的太累杀羞了，不然基法生育法以明文规定，行为的选择胎儿性别视为法律。从现在起，我有阶级原则，行貌性来检查，我都在说服他对生女孩的重要性充分理解，再不能重男轻女，对疾病几根先起好责任心的思想的。我在顺德今天的高明医生，想办本人还没哪个来呀、啊、那好，毛氏魔晶医院来，锦雕医院就要推带，大家风调用的虚拟现在接着我的时间来，他等你慌忙想办法，自顾救命搞进来，发挥大剑技修兵，你本事来我发财，没那个人我打瞌睡。
快走喽！我晓得喽，来。哎，也到不等。哎呦，来的喽！快进来。医生，医生，出生。最近改革开放了的，贴个牌子的，医生都不喊叫出生的啦。你讲错了，他是行着行的，把我还当着养护生的。医生嘞，你行着行的，这不叫养护生。又是一家秀妇啊！哼，你的是？我是。快走！快走！快你们是干什么的呀？我们是来看牌的。不看。你不看啊？莫抢。我跟你关，全的奖位在我手里，我不看就不看。你。你这是对孕妇不负责，我这是保护孕妇，保护孕妇就应该看台，因为你是医生，我不要你喊医生，你叫我名字就可以了。你叫我名字，我姓侯，是姓侯这个侯不啦？呸！姓侯的侯，我叫侯茂清，是茂秀回村的茂，茂秀回村的清，侯茂清。哦，我晓得的，原来你是我舅，快，赶紧走。哪个？是舅舅啊！来，舅舅，来，抱一抱，来，抱一抱，抱一抱。哎，呸！哎，我还是你叔侄呢。没错喽，我妈妈是侯发群。你妈妈侯是发群，怪我的嘛啥？不是，侯也是姓侯个侯。发财是发财个发，群是群天个群字，侯发群是我母亲。侯发群，哦，我晓得了。侯发群是我大伯爷个女，我堂姐。那你是？我是衙门上的。妈的，在衙门上啊？那你到外科去，我这病不是属于我这一科，你是皮到皮肤病，到心灵科去。不是，我姓杨，是去牛羔羊的羊。不是，是水姓杨，方的杨。哦，也不是，反正是姓杨的杨，梅是梅花的梅，山是大地主富含三个山，杨梅山。哦，杨梅山，那你父亲呢？我牙老子叫羊的很。怎么你牙老子有羊的很啊？那一项就是癫痫病啊。我讲不好。不是，羊是姓羊个羊，癫是冬天个癫，风是高峰个风，羊癫风生我羊眉山。羊癫风生你羊眉山，听不清楚是羊癫风生我羊眉山。你搞清楚吗？哎，基本上搞清楚的。那你是我舅舅不咯？哎，算是吧。既是舅舅，那你就赶快把外甥媳妇看一下噻。来，舅舅来，帮我来看一下，来，帮我看。哎，别！哎，你说什么的？看台的。看台啊，我没看法。哎，你妈你有看台啊？看过一台是男个还是女个？是男的又怎样啊？是男的就带他回去。如果是你一个呢？如果过一胎又是女个，老子就直接到法院去提条去，再不去你把我五天。啊！呸！这待遇就留下。离了他，东南啊情侣，你实在不讲话。
回头看看他，越来越像。快快快快！一狼心那狗肺，远不可怜人家。我来扶你了。扭的太过，是个男的吧？不是，是女的。是女的，啊，可以吗？乖。啊，扭奶奶是个男的吧？啊，是女的。可以吗？乖，扭奶奶是女的。啊，扭妈妈应该是男的。是女的喽。扭外婆和你永远都不可能是女的吧？你个光怪吧，肯定是女的了。对呀、啊。冒得你太过那个女的，哪个来生牛爷呀？冒得牛奶奶那个女的，哪个来生牛爷？冒得牛妈妈那个女的，哪个来生出你个块血？冒得你岳母的那个女的，哪个生你老婆？冒得你老婆我的女的，你给哪个生孩子？难道给丈夫去生啊？你想过吗？世界上的男子都是女子生下来的，没有女子谁都结不了婚，只有男女结合才有真正的天生的爱情。哦，冇得女子结不的后，女儿也是绝后性，那我怀了孕，我选择选生男生女的权利应该是我自己的吧。哼，我国计划生育法明文规定，行为性选择婴儿性别，你是违法的。这样讲来，你不把我老婆看到了？不看。哎呀，连到亲戚结婚，你也应该帮我看一下噻。亲戚归亲戚，原则归原则，我绝对不对亲戚开口子。这。开口原则，闭口原则，老子有钱看你还原则不原则？去！哼，你过点钱，你也想买通我破坏计划生育是吧？大家立位！哼，哼，我来看嘞。只要你肯接受各种药，老子就用药来滚。陈亮，昨天还加你一百，加你二百五，敢不敢？挖好了。嘿嘿，有钱能买官去磨，不怕你不敢。行不行？没有心病。哎呀，那是你心病咯，心病都不懂，我受你这么面子大。你看病就看病，你要我和娘子是哪个咯？是想打我狗是不咯？哎呀，我跟娘子，我是看病我规矩咯。你拿过多规矩咯？告诉你咯，我姓熊，是狗姓的熊，叫熊兰香，兰花草个兰嘞，兰花香个香，我是一朵香蓬蓬个美丽大方个熊兰香，懂不懂咯？心病。我不晓得的啊，性别啊，我也不懂。要过马路了。你冒发高小吧？我问你的性别，你都不懂吗？我是不懂啊。过马路了，我问他是男的是女的，你懂不懂啊？我也不晓得。要过马路了。我是问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晓不晓得了？我就是不晓得哪个是女的，还能搞检查噻？你哥妈得溜了，哥妈得听见了。我是问你老婆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晓得不咯？你要是要缺医生啊，他就是男的嘛，他就在我做老婆怎么了？有些人当心点，压住人嘛。怪有的呀，怪在我那个波波你也看不到嘛，要肚子太过的你也不晓得嘛。那你就管成女的噻。好大的。六个月了。要过又没得六个。
我从房子里面救不登，从头一天嘛，他又逼个到哪边去了？哎，你哪有这么麻烦的咯？只有六个月了噻。哎呀呀，我个娘哎！哎，呸！哎，你哥嘛也不称的，我是奉你自己今年有多在的咯，明白不咯？你是问我有好在的？哥妈得丢，我也不记得的。你哥妈得丢，我哥打你哥得丢，自己好歹都不晓得。哎，他今年有好歹年纪大了。哦哦，我晓得，你晓得你就罢了。就是比五个，那过旱呀，大伙我呀，比五又是好大的年纪了，那我搞不清了。听我两个嘞，养我那天是请江一天养个家，还是落雪嘞？是去他养过养过，不是落雪。哎呀，过年没点办法，我来甩开点子休也冒心之无悔。哎，来，你想生八个嘛？我打他。你今年四十八岁不？是个对的对的。哎呀，我娘说，我今年刚二十八岁呀，差二九万放假。差我三十六合适嘞，我来看门。哎，要娶姑父啦？呸！看门要娶到姑父妈过来。各位，我平时看医生嘞，娶姑是大金喽。好，不得了，不得了，我的医生是机子。哥的本性也耍我外婆，姑妈又得呀！你干嘛？你怎么耍我老婆和外婆？哎，你整个屁呀、啊！哎，是你看病还是我看病了？你晓得看病，都我来看噻。我是在探妹的，哪是耍你老婆来不了？探妹是在修小丸子墙，你怎么又到来不过去了？哎呀，那姑妈得了了哈！修小丸子是没尖子，来不是没刀。我把你当心心谈妹是谈没尖子，给幸福是双心妹，又谈没刀的。那把方法你谈没有从哪里啊？谈没喊的。你是耍流氓吧？不是咯。我是用天灯在请你读了个毛毛哥妹。哦，对的，毛毛在读的内侧呢是看不到没，用锅来挖起来一听到倒没嘞。医生啊，你刚才听到声音是男声音还是女声啊？哎，男高音女低，还男中音女低哦。我还没听到你走开的，让我妈晓得啊。好，只要你听得出是男是女，我尽力听的。哎呀呀呀呀，走走走，那看你哪里哦。坐的不用你脱衣，给一颗一枪。等不等啊？等。是左边等还是右边等？下面等还是下面等？又是左边等，又是右边等，又是下面等啊，又是下面等，又是听到地面在喊呢，在跳迪斯高，又是在喊妈妈，我要吃肯德基，要吃麦当劳啊！那你是个怪胎！哎，吃水果不？吃，我爱吃水果。你吃些哪个水果？萝卜水果。我喊鸭蛋了，萝卜也是水果。你吃胡萝卜还是吃白萝卜啦？酸萝卜，酸萝卜，是啊，我最喜欢吃酸萝卜，酸梨子，酸桃子，酸梅子，反正是越酸我就越爱吃。哦，爱吃酸果，爱吃酸果嘛，那过一胎可能是灾难子。哎呀嘞，灾来嘞呀，灾来呀，灾来嘞。莫跳的，莫把我带呀跳出来的，哎呀，带啥子？听说是崽就关心我的，又是女的，把我就拳打脚踢，绊死了你都不管。啊，医生，爱吃萝卜就养崽是吧？嗯，那我喜欢吃萝卜，你也喜欢吃萝卜？嗯，你喜欢吃哪个萝卜？我喜欢吃辣椒炒萝卜。哎，辣椒炒萝卜，对。我喜欢吃辣椒炒萝卜，辣椒炒白菜，辣椒炒苦瓜，辣椒炒韭菜，辣椒炒扁豆，辣椒炒板椒，反正越辣越好。哦，冇高兴了，冇高兴了，过一台是女啊。
怎么有天子女啊？你觉得明恰那就肯定只能生女，不能生崽呀、啊？哼，我家那家是拿在我肚子里了，又没拿到鸡肚子去，不养崽一点吗？我去、啊，嗨。上了云，虽然那女你懂不懂？我家呀辣椒，他家呀蒜，是他犯心，又不是我犯心。他的用事你呀下的懂，难道啊他还找别人？我挑下辣椒是不懂我，三回呀过去那妹子耳中，你不辨人道，不怪我不当啊，你说啊是乱哎，你乱犯心啊。但他还是重男轻女，把生女的德行全部推在女性身上。我今天就要来要他来个彻底明白。你学生男生女与你掐辣椒没关，我来问你啊，你掐个辣椒以后你按住事吗？住的，清早就住，中午也住，下午也住，新跟本也都住，真正的住个毛些？不是咯，我是问你俩掐个辣椒以后住哪等事吗？你这个医生你哪有过血呀、啊、我不是皮，是医学道理，是十八斤的没医，主大就告诉我主大一个礼拜住几次？一个礼拜是好多年啊，我也不晓得，你不医生医生哎，一个礼拜是几天呐、啊？七天啦。七天，一天住到四次。一天只住三次。四次，三次，四次是点酒。三次，三七一十八。二七九了。一十八。二七九。一十八喽。来来来，我医生，来说医生喽。医生哎，我们一个礼拜住好多次、啊。我嘛晓得了，你个两家全家伙哎。你掐他辣椒还该做哪种事？告诉你咯，什么叫生男辣女？女的怀孕是给男子做哪种事才怀起来的？因为男的有精子，女的有裸子，男的精子与女的的裸子碰在一起就变成了小孩子，明白了吗咯？哦，我明白了，你那个就有金子，对，我就骡子。哎，对，你那个叫金子嘞，就讲我叫骡子，就养家过过崽子。啊，对对对了，哦哦哦，不对，七巧八爷，你怎么掐到我身上来的？是他个金子，将你个骡子变成他小孩子。那与我掐辣椒又有嘛关系了？没得嘛关系了，这关系就太大了，来。我这里有张图纸，你们来看。我是男子，我是女子，男子有精子，女子有裸子，男子的精子有两种，一种叫先行的，我们用 Y 来代表这先行精子，另一种呢是阴性的，我们就用 X 来代表阴性精子。那么男的阴有 Y 和 X 两种精子，而女性的裸子仅只有一种，就是阴性的，也就是说女的只有 X 裸子。如果是男性的 X 精子与女性的 X 裸子组合， X 加 X 等于生女孩子，男性的 Y 型精子与女性的 X 裸子相组合， X 加 Y 等于生男孩子。而先行的 Y 精子最怕生辣型， X 阴性精子就最怕生尖型，
你点名掐辣椒，对新辣性自己的 Y 型精子释放，主家的 X 精子的冲杀你，所以你白出来的只有 X 精子，没有 Y 型精子，有所以你吓得你老婆独立，你只有女种子，没得男种子。再所以我见过你结果生女生男的这些完全把你自己、哎、原来他是对你妈帮的，机关呢被人塞就生了，要这女的就离婚哦。那现在呢？现在呀，你给我过来、哦、嘿随便去放啊，他不玩呀。X 加Y 加了就阳山呀，啊啊啊！你个的是爱是爱呀？你只有 X 没得 Y， 你听我来骂你呀，爱死！我不爱姐，我不娘啊！你把我干架过好过难啊！你是山上将我打呀，戏唱我用我机唱，学识过他养着女的，也要跟男秀气呀，将来又秀别个气，我管你不由他，我要打个鸡，我要打个鸡。哎呀，老婆哎，莫打了，莫打了，是女孩我有了，哎呀，老婆呀！哪里去了？回家养女去。不，我要到你和法院去离婚。啊不不不，我不离。原来你开口闭口就离他，许见他主动了以后和你离婚，你迈不去的啦。原来是我错怪他，生男生女都是怪我自己，所以我不离了。想明白他就好。哦。
你没有歪，我许你活开嘴，这辈子。哦。各位见证你们要辛苦了啊！给你们开水喝。过来，我家二百五十台钱你到回去，多买云阳五台，五七一台，生一个漂亮聪明的好美女。丫要去太阳天阳，叫我啊，你冇得歪，冇得资格管你，等我。多谢医生。治好了我的病，治好了你个思想，走，走呀，走呀。